你有看到一个高高的男生吗？是不是戴着眼镜？他往那边跑了。你这个脱稿王，你别跑！多谢姑娘大救。没关系。总编大人，我今天马上就可以交稿了。我哪儿去了？今天可带的烂呀，大哥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常常去这家叫做非你莫属的花茶店，好像遇到了一个有趣的人，心多跳了一拍。茉莉花茶来喽。画什么呢？这么神秘。哦，没什么，茶很香。这个三次元的我真是傻瓜，喜欢人家又不说。下周你就调去外地了，行李准备好了？收拾好了，很期待。请你不要走，虽然那里很好，可是这里有我，我一定会让你的世界更美好的。真是急人，看来我要亲自出马了。哎呀，你的，嗨，三次元的我。你谁啊？怎么长得跟我一模一样？我是漫画里的你啊。哎，别掐我的帅脸。哎，这不是超级可爱的默默吗？如果是我遇到他，一定早就跟他在一起了。哎，不如我们来比赛吧。如果默默先喜欢上，我就把他带到漫画世界，你休想。胜利向来都非我莫属。哈喽默默，我是他的弟弟。你他，我俩长得很像吧？不过明显我是他的升级版。默默，我 WiFi 连不上，可以帮我一下吗？哦，来了，5 2 0。哦，现在连上了。哼，默默，怎么了？送你一朵茉莉花。幼稚鬼。小画家，别赶稿啊，我还有钥匙在身。我陪你啊。送你的。怎么少了一张？这是我吗？没想到吧，除了玉树临风，我还才华横溢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你居然盗用我的画跟默默表白，连你都是我画出来的，你这也太过分了。不服就自己上啊，笨蛋。我知道你比我帅，比我勇敢，还很会逗默默开心，而我却笨笨的。其实喜欢他的每一天，我都想成为更勇敢的自己。他真的很用心。其实我不是真的想和你比赛，只是想让现实世界的我变得勇敢，毕竟美好的东西都是要争取的。那就好好珍惜彼此吧，我走喽，拜拜。其实你可以把我画得更好看一点。我离开之后，他们终于有进展。有人还没和女生表白哦。那下次我约你一起去喝梦的花茶吧。